开始的时候就说，未来10年我们需要几千万的 PG 工程师去搞。当时觉得这真的是瞎吹牛的，为了就是为了招生，现在看起来就是一个什么？因为 PG 当时从它的占比份额，从全球的网站占比份额大概50%吧，飙升到了80%，从国内的占比份额从10%几飙升到现在将近90%以上，全部都是。所以在国内其实真的大概是在03年开始释放，08年左右达到高峰，一直到现在都是高峰。那还能高峰多久？不知道，现在不好说。但是目前发展的是非常好，OK。所以我们平时专业生招的也非常好，对吧？好了，那我们再讲这个架构，OK。啊，那还有其他架构吗？有啊，比如说。有吧，是吧？LNMP 环境看到吗？LNMP 看到吗？看到吗？各位，这个环境跟阿帕奇比，是不是只是把它换成了 Nginx？那么这个架构有优势吗？有。各位，Nginx 这个软件是2008年才免费的，才开源。它是一个俄罗斯的这个公司的内部用的外部网站。内容用，后来他们用发现，他自己写的一个东西比阿帕奇要强大多了。后来呢，他从08年开始把它做了免费。各位，08年才免费，我们去找那张图啊，我一开始我给你们看了张图啊，哎，我的图嘞，我想想。那我到 PP 的这里去找吧。我是不是给你们看过这张图啊？哎，搞错了。是不是看过这张图？看过吧？啊，那看绿的是什么？那就是吧，这家伙从诞生看。是不是就没有向下走过？看到了吗？是不是一直是在往上涨啊？诞生之后，认识人越来越多，它的占比现在越来越高。Nginx 占比，你呢？因为什么？它确实有优势，优势在哪？优势在哪？各位，Nginx 跟 Apache 它支持更大的并发连接数。什么叫做并发连接？是不是同时连接我的阿帕奇服务器？是不是就叫并发连接？那么阿帕奇的并发连接是多少呢？各位，阿帕奇的默认并发连接数量是400，也就是说，它允许400个人同时访问。明白我说什么？啊？这个数听起来大吗？听起来是不是感觉好小？但是我告诉你，它并不小，不小。比如，我问你，什么叫400个同时点击、同时访问？不是1秒钟，还有一个时间限制，啥意思？具体时间不知道，它是阿帕奇自己决定的，这软件已经找到了。什么意思？就是我只要点刷新，我是不是就会连接到阿帕奇？啊，然后是不是从服务器上、从网站上是把我的网页下载到我的本地浏览器当中？啊，那我你们知道现在的网页的首页有多大吗？一个网站的一个页面。各位，就算是新浪。这个腾讯这样的顶级门户网站，它的首页信息量是不是非常丰富，各种各样的文字、图片、动画什么都有。就算这样的网站，它的一个首页大小也不过就是个几十个 KB，几十个 KB。那在我们当前网络环境下，1秒钟之内，这个数据是不是就能下载回来？啊，正常网络正常的话，没错吧？然后呢，它会再等待一段时间，然后呢，看你有没有再点其他的，如果没有。这个链接就会终止，明白我说什么？也就是说，你可以理解为什么400个并发连接是什么？有刚好400个人同时去点刷新，在1秒钟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同时去点，明白我说什么？那虽然听起来不大，
但是400个对发连接在一个高通网站的访问器上放到上面，一台服务器上，完全可以在它的高通访问器支持，几万人访问没问题，一两万人、两三万人访问没有任何问题，最多是什么？400个连接是不是占满了？然后你一刷新是啥？白了，白的了。然后呢？等一会儿网站传过来，哎，你们有访问过的网站有这种情况吗？一刷新白了，等一会儿才传，有吗？有吧？那你会是认为是网站上占满了吗？网站带宽被占满了吗？你会这么想吗？你会这么想？我的网速问题。对，为什么？因为咱们绝大多数人访问的网站都是什么？新浪啊、163、百度啊，这样顶级的，它是什么？它在全球各地是个到处去打服务器啊，它可能像新浪这样的有几万台服务器在支撑一个新浪网站，明白我说什么？所以给你们造成的后果是什么？这个错误印象是什么？任何网站都应该像新浪这样，啥意思？我任何时间去点，任何时间去请求，它都不妨快速的响应，根本不会延迟。网站就应该是这样，给我们所有用户都有这种错觉。但是你自己搭的网站是这样吗？你明白我在说什么？我们是不是可能只有一台服务器啊？就搭载本身，那南方上海去访问是不是就很慢？但是用户不会有太大的感觉，他的第一反应是什么？我自己的网出问题，他不会认为是服务器出问题，听懂了？当然了，如果他每次访问都这样，他到任何地方去访问都这样，人再傻人也能感觉到，对吧？但是一般来说还不会，所以我们说。400个并发连接虽然听起来不大，但是一般来说够了。但是，对我们当前的这个服务器的性能和带宽性能来讲，400个并发连接确实偏小。那怎么办？建议你可以干嘛？把它改大，改多大呢？当然能改。改多大？各位，改多大，谁也不能告诉你。我根本不能告诉你改多大，那他要怎么改？你先把它改大一点，然后呢，在晚高峰监控，看你的服务器的性能是不是会占满，CPU 和内存的占有率，带宽会不会占满？如果不会，干嘛？再改，直到找到一个平衡值，能听懂？当然话是这么说，一般的公司不会这么做，原因很简单，你的访问量真的会达到你的网站服务器的这个顶峰吗？也就是说，一个小时晚7点到8点，你的点击率、点击率、PV，我是不是讲点击率，要能达到5万以上、8万、8万、5万、8万、10万，这时候才能测出来你这个服务器的压力。你明白我说什么？你真的能达到这个？很难吧？一般中小网站是1000的访问量可能才1000，啊，所以没那么多人那个说法。但是对大型网站来讲，我们一般还是要这么测。但是啊，如果测，那么我说，我可以给你一个相对来说安全的值。这个值对我们当前的服务器来讲，为什么？你可以直接改到2048，然后在2048去调。如果压力比较大，干嘛？降低；如果压力比较小，怎么办？增加。明白我说什么？各位，对一般的中小网站来讲没有意义，你就直接调到2048就完了，别不用加了。为啥？你的访问量是根本就占不满。能听懂我说什么？但如果我的访问量真的很高，导致2048的并发连接数全部占满，然后网站访问异常卡顿、异常慢，说明什么？啊？说明啥？对，你是不是需要买更多的服务器了？需要搭集群了？能听懂啊？一般你的访问量要是能把2048的并发连接数占满，说明你的高峰期最少能达到10万的访问量，那时候你的公司应该已经非常值钱了。买几台服务器来讲，小菜一碟。OK，该买吧，听懂了？能听懂？所以我说，一般可以直接给到2048。但是我说，我在针对阿帕奇性能调整的时候，我是个异常的谨慎。啊？我说的是什么？就说假设你的访问量是无限增长的，你的访问量异常大，只要我的服务器能支撑，它就能把它占满。这种情况下，你是不是就要？小心的，慢慢往上调，要不然会把你的网站直接撑爆。听懂了我在说什么？能听懂吗？但是啊，我说，一般的中小公司，你就不用考虑这个事儿，一般改成2048放在那儿去就行了，
只要被攻击，他就这样，他不肯定不会永远给你的房子占满的情况，明白？但是我说，如果我的房子异常巨大，那我如果要用阿帕奇来做，那我要干嘛？我要干嘛？我是不是要买更多的服务器搭建集权，对吧？服务器要钱吗？虽然不算太贵，买一台普通服务器一万多，好点的服务器几万，对公司来讲可能不算太贵，必要成本，对吧？但是感觉是还是很不爽，对吧？要成本。但是 Nginx 出现了，这个东西的这个优缺点完全变了。 Nginx 出现了，变成什么？各位， Nginx 默认并发连接数是1024，但是Nginx 的官方给的意见是，你不需要做任何测试，不像阿帕奇，我说了是不是得逐渐测逐渐改啊？ Nginx 说你不用做任何测试，你可以放心大胆的把 Nginx 的并发连接数直接改到50000。我们服务器就说操作系统支持的最大同时导向连接数量也就是65000230，其实它的意思就是你可以放到最大，Nginx 绝不会瘫痪啊！这样的话有好处吗？有吗？哎，你的房子量增加了，如果用阿帕奇，你是不是得买3-5台阿帕奇是才行？你现在不用，只要把阿帕奇干嘛？换成 Nginx。当然我说 Nginx 性能的差距不像它表面字面上看起来这么大，也说阿帕奇是不是才2048，而 Nginx 是不是能达到50000？那这样的说，一台 Nginx 是不是就能等几十台阿帕奇？不可能，不可能。但是我说，你在相同的硬件情况下买了同样的服务器，只要把阿帕奇换成 Nginx， 其他什么都不变的情况下，一台 Nginx 服务器支持3-5台阿帕奇这个量没有什么大问题，一台 Nginx 就能顶3台阿帕奇，最少，明白？有优势吗？有优势吗？啥优势？啊？这个是个不是？占用的这个量的多少的问题，而是啥？啊？加钱吧，我是不是就省钱了？那么带来的后果是什么？各位，不管这个家伙的公司多大，访问量有多少，有可能公司才3-5个人，一天的访问量才几百，但是呢，反正这东西都不要钱，啊？所以他干嘛？那既然有好的，干嘛要差？能做到，所以导致我们国内目前绝大多数网站，尤其是新建网站，如果是这个网站已经搭建很多年了，它已经可以稳定运行了，它就不用改。因为我说一旦要升级是要付出代价，什么代价啊？你得停吧，服务得停吧，啊？你要没有备份服务器的话，是有可能服务得停好几天你才能把它打出来，不可能。能听到，所以一般的新建网站全部采用都是这个，所以你们绝大多数人毕业之后面对的服务器，外部服务器应该是，但是阿帕奇目前为止还是主流，阿帕奇看到占比60%，你懂吧？所以啊，它还远没有到要淘汰的边缘 ，OK， 不会。但是你们绝大多数人碰到应该还是这个，好吧？就这些东西是不是很好？为啥很好？为什么？同样的东西，为什么 Nginx 可以支持这么大的方向，而阿帕奇只能支持几千？为什么？那各位，根本原因在于，扯淡，两个都是用 C 写的，别瞎说，别管上头是瞎接话茬。阿帕奇是。机制不太一样，那什么叫同步前进？是这样，阿帕奇默认是不是开启了400个进程？啊，它指的是，如果有一个客户端访问，我是不是分配给他一个进程？啊，为他提供服务 ？OK， 直到他访问完成，这个进程是才收回，然后给另外一个用户提供服务。能听懂？听起来有问题吗？好像没啥问题吧？感觉是不是应该做？啊？那我换个说法，哎，如果
房子量小的情况下，这样处理是不成问题。但是我换一种说法，咱们在现实生活当中，现在什么东西最常见？需要来回传递，快递吧，快递吧，啊，快递现在多吗？多吧，非常多。那如果用 iPad 来解释快递，它是这样的：如果我要寄一封快递，从北京寄到上海，那我要干嘛？我会从快递公司雇一个快递员，一个进程，OK。然后呢，把我的快递送给他，然后呢，他不管用任何手段，然后到了我的快递跑到上海，然后把我的快递交给对方的人，他才能空出来去接其他的快递。您听懂我说什么？我们的快递是这样的吗？啊，我们现在的快递是这样的吗？要快递是这样的话，把我们全中国所有人都加起来去送快递也送不完，对不对？放在实际的工作当中，我是不是能感觉到这种公司有问题？那我们现在的快递是什么快递公司负责运快递吗？不送吧，他是干嘛？理论上来说，我是不是只要建了仓库，只要我的仓库足够大，你有多少快递，我是不是都可以放在仓库里？然后呢，是不是去找其他人帮我把它转运到上海？一般是个物流公司，能听懂吗？那么当然，到了上海之后，他是不是还要靠快递公司是不是代持投递？我们没有，我们就说转寄到地方，就我们的目的就达到，听懂吗？那这样的话，各位有好处吗？有吗？什么意思？NGS，它不负责处理动态文件、动态访问，什么意思？只要是用 PHP 访问的，访问数据库的文件，是不是都是动态的？啊，就是语法的加访问数据库的，有什么排错啊、登录啊、验证啊，是不是都是 PHP 的？NGS 都不处理，都不处理。NGS 只负责什么？接收你的访问，而我在这等着，你访问的是不是在这等着？然后告诉你我接收到，想用你就可以了。OK，啊，他只负责处理静态文件，也就是说，图片、文字、对话我来处理。所有的动态文件，什么数据库访问、这个语法调用、注册登录，我都处理，谁来处理？啊，他默认的时候，在他后面装了一个叫做，FAST CGI，他是谁？物流。他负责处理真正的 PHP 访问，能听懂我在说什么？啊，那是不是就跟我们现在快递一样啊？啊，快递公司是不是只负责接收快递？他运吗？他实际运输吗？不运，谁运？物流吧。那对我们这边来讲是，那这个词是不是只负责接收访问？啊，所有动态访问请求交给谁？FAST 这样。所以它的处理能力异常强啊。理论上来说，NGS 异常能力。你开多大个地方连接都不会把它撑爆，理论上来说，我问你，快递会爆仓吗？对吧？那虽然我们的名字叫爆仓，真的是把仓库爆了吗？真的是仓库爆了吗？谁爆了？物流爆了吧？理论上来说，我是不是建足够大的仓库，你有多少货，我是不是都堆得下？只是说最大的运不出去了，能听懂？也就是说，NGS 是理论上来说可以接收大量的访问，多少访问我是不是都能支撑？但是谁会干？他会干吗？会吗？他到了之后，所有的 PHP 请求是不是就不能访问？那么他会干吗？啊？数据库会干吗？数据库干嘛？虽然你的 PHP 访问是正常的，但是连接不到数据库，是同样得不到访问数据啊？那只要是他到。或者他的 NGS 但是是正常的，这时候你访问网站的时候，他就会给你一个报错信息，502报错，见过这个报错代码，502报错，见过吗？见过吧？什么意思？快递公司正常，你的访问我接收到了，但是物流到了，你这东西发不出去，我得不到任何回应，我只能告诉你502，听懂了我说什么？各位，502报错是一种非常恶心的报错，为啥？如果仅仅只是访问慢，我说了，绝大多数用户是不是都不认为是服务器出问题，是不是认为是个人基础问题？但是，你如果装的是 Linux，访问量一旦给你报错是五零二，
傻子更知道是福气出门的啊！如果你经常性的出现这个，别人还信任你吗？不信任了，他就说这家网站很烂。你看每次访问都访问不了，你看他就知道是你出的，客户体验度是不是会变得异常差？能不能？那怎么办？那怎么办？哎，我说了，谁当掉了？他当了吧？他当了吧？那他正常吗？那好了，我一台服务器搭 NX 负责接收所有的快递， OK， 我后台多来几个服务器，那我问你，我说只要能够处理 PHP 程序，只要能够处理 PHP 程序是都可以放在后台， NX 是不是只能处理静态文件啊？所有的 PHP 程序是都可以放在后台，那我问你，发分站是能处理可以吗？可以吗？但是我们阿帕奇能吗？阿帕奇能吗？能吗？阿帕奇能处理 PHP 程序吗？当然能，要不然这个架构怎么运行？没错吧？那好，那我一台 Linux 放在前面，一台阿帕奇，我后面多放几个阿帕奇搭集群，可不可以？啊 ？Linux 是不是负责接收你的快递？阿帕奇是不是负责运输？我多雇几个运输公司可不可以？搭个集群可不可以？可不可以？然后呢，我再多搭几个买 circle 集群，可不可以？可不可以？好了，这是不是就是我说的负责接头服务器？啊 ？NGS 是什么 ？NGS 是个老鸨啊？这是不是翠花那个芙蓉姐姐，然后春这个春姐是吧？就这样，是吧？然后呢，这几个是不是可以把你的压力是分开？能听懂我在说什么？那也就是说 ，Angular 是可以做负载追踪服务器。OK 啊，虽然我们后来讲的是说 LVS 其实性能比它强大一点，但是 Angular 也可以做。听懂了我在说什么？那也就是说，有可能在高访访量的情况下，一台 Angular 就需要有多台阿帕奇跟它配合才能正常使用，明白？所以我说。所以我说，阿帕奇远没有到要淘汰的边缘，远没有。它现在的占比还是，怎么人家痛还会什么，时间会变的。阿帕奇的占比还是会异常大，明白了说什么？好吧，有没有问题？我解释了三个网页架构 ，OK，OK。那这种架构是个最核心的，啊？那我们的目的不是为了讲 IS。我们的目的是为了，是不是讲这些概念行不行？啊，先看一遍，然后讲阿帕奇，讲 Linux 的时候再来一遍，到时候是就会方便很多，听懂了？好了，真正搭起来就是，明白我说什么？好了，我画了个图，听懂了？能听懂？啊？那个 Fast CGI 跟那个 NX 是在一个平台里的？这是它自带的功能，但是是就是说需要手工中，但是它是它配套，也说它是去配套的处理 PHP， 但是完全可以把它换掉。但是如果你是 FastCGI 和 Nginx 放在一台，为什么会这样？如果你是放在一台服务器上的话，如果是，哎呀，今天咋了？喂，好了，为什么会有回音呢？喂。如果是放在一台服务器，一般就用它自带的这个；如果需要放集群，一般就是放阿帕奇。OK， 好，就这意思。还有问题吗？有没有？好吧，各位，我们用这种方法直接解释一下架构。OK。我们这是主要讲的是概念性的东西 ，OK。